导播，请给我两道光。曾几何时，有多少疯狂的少年，因为这出戏，想要跟他来一段 first love。又曾几何时，有多少可爱的小迷妹，因为这出戏而不想跟他终止这一支 Let's Dance。现场的所有朋友，让我们欢迎今晚最璀璨的两道光，满脑光许光汉。大家好，在颁奖之前呢，要先跟各位介绍我身旁的这位贵宾，满岛光小姐。大家好，我是满岛光。我爱面线。面线。私からも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私と同じ、名前に光が入っているシュガンハンさん、グレッグハンさんです。最優秀男優賞ノミネート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相信有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就是曾经有被满岛光小姐的演出所感动过。那想请问满岛光小姐，充满渲染力的表演是如何办到的呢？私は子供の頃に、映画の世界にいる大人たちを見て遊んでいるように見えてとても面白いなと思って、大人になったらこういう仕事がしたいなと思って今映画に携わ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ます。なので、自分の持っている喜びも悲しみも、自分が持っている楽しさも面白さも、世界中にあふれている悲しみも苦しみも映画の中で本当に大事に大事に捧げられ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つもやってるので、エネルギー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うですね。真想要现场感受一下，不知道在未来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带着完形演出呢 ？OK 良かった。いつか共演する機会がありましたら、私はいつも自分の相手役の人を輝かせられる天才でい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グレッグハンさん今もすごく大人気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もっともっともう空に飛んじゃうくらい大人気にさせてあげます。那就拜托你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在这之前，我们要先看最佳男配角入围的有：最佳男配角林保怡，《白日之下》。你哋有边个落手落脚照顾嗰班院友啊？你哋有边个记得佢哋个名啊？你凭咩搵人取代我啊？傅孟博，本日公休。我，你要被结婚了，朋友介绍的。陈木易，老狐狸。我紧张，英俊，刚答应那边嘛，刚答应就是刚答应嘛，也说过啊。也是个党。黄子乐，《年少日记》。你指着香港大学好唔好？好。陈泽耀，《复都青年》。不可以咩？啊？电话号码那你再帮我们申请，不止嘛，你再帮我们租，够给市长介绍的。这发烧打工老板给多少钱？我们想要考一个摩托来生都不可以呀、啊，只能坐巴士走路喽。好，
那我们就来揭晓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大奖大数。陈木易，老狐狸。陈木易曾以《黑狗来了》入围金马奖最佳男配角。他在《老狐狸》中饰演白手起家的商场大亨谢老板，将角色的世故狂傲与黯然神伤诠释得深刻到位，游刃有余。谢谢金马，谢谢评审。我一直觉得在台湾拍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相信台湾有全世界最专业、最敬业的戏剧工作人员、剧组人员。我们在现场，像朱化福山庄就帮我们撑伞，帮我们擦汗，帮我们吹那个声音永远比风大的电扇。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灯光组扛着一个比太阳还要重的灯从你面前走过，收音组也是怕干扰，就杜哥在干的事情，就找地方躲藏起来。六十年了，现在小杜也加入了灯光组，然后摄影组永远有他们自己的节奏，每一个 cut 结束以后，那个摄影师就跟他的组员喊 slogan： 五十、八五、二五、三五。啊，终来啦。美术组最搞纲，我实在是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花很大力气去做一个不能真的上厕所的假的厕所。然后那个场务组就冒着生命危险站在路口帮我们挡车挡人，还有叫狗不要叫。执行最神奇，执行真的很神奇，你知道吗？明明是一辆酒吧，他把它开成 F1 这样子，载很多人来，载很多人走，载水，载便当，载饮料。那个副导最寂寞，没人理他。各位，我们现在等什么？哈，没光的呢，怎么样？你们是要日系夜拍吗？哈，互怕互来啊，日系夜拍啊，啊干！啊，不然我们在等什么？哈，快点啦！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大家都准备好了，我没有什么道理不认真的把戏演好。谢谢你们，谢谢。啊，对不起，还有两个人忘了讲，因为大家不是忙得要死吗？哦，就有两个人就站在莫妮特前面聊天抽烟，导演跟制片没事干，在那边讲秘密。好啦，一并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剧组工作人员，谢谢。